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Patty 圈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夏月家族 Patty。这一集呢要来拍合作频道二，对，因为呆宝宝呢，他又临时跟我讲说，他有第二份合作频道送给我，然后刚好就坐在我旁边，而且今天又拿来，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就不用了，谢谢。喂，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嘛。好啦，然后他今天给我这一包。然后他这里写着 Two Patty Chan 合作频道，然后呆宝宝上还用简字，然后自嘲抱歉呆宝宝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，先把所有东西拿出来。好多，好，通通拿出来了。对，放到旁边去。那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吧。干嘛？那卡片我们就最后看。那首先呢是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按摩器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拆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就先放旁边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好，那先放旁边。那接下来就放这个，那拆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他每次都一直用胶带，那么我一定要动用我的胶带，不用胶带，你可以用纸胶带啊。好，那先拆这个一堆的字年代。关系吧，应该没有这么慢回弹，对不对？当事人，对，可能是袋子关系，然后还有，四根比较短的那个冰棒棍，对，那先收起来后，这还有东西。再来是一个史迪奇的娃娃，看到什么都想捏。然后它是有瑕疵的，这里。然后到哪里？对，还有这里。对，然后很可爱。好硬哦！它又不是软软。好，然后它今天补送的就是这些。因为实在送太多了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卡片。然后呢，它的卡片是用那个祖母祖母系列的硬卡纸，那就来看。然后他说 ，Two Patty Chan 很高兴再次跟你合作，再写错了，再次跟你合作频道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我跟你的东西，我给你的东西讲错了，抱歉。
好，那这个是这次没有清单哦，抱歉。然后他说这不是画错的哦。然后他刚刚跟我说是用立可白涂的。然后这里呆宝宝剪字，然后夏夜家族，夏夜团长呆，对，然后他补送的还蛮好的，可是上次呢送我橡皮筋有点搞不懂，对，然后今天的合作频道就到这里为止了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一个赞，想继续观看我更多有趣的影片的话可以在右下角帮我一个订阅，可以也可以在喜欢或不喜欢的旁边按个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我。对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集，下集是贩售哦。